我来帮你挡着，你等一下。好了，我留个电话给你，如果你有什么问题打给我，记得打给我。 站好了，我来帮你。 鞋跟掰断了，小姐，下次开车别再穿高跟鞋了，换成平底鞋吧。我从来不穿平底鞋，我只穿高跟鞋。好啊，下次你的鞋再被卡住，就连井盖一起抬走，这样你的鞋跟就不会断了。哼！啊！
扶着我，行。哎，这下像平底鞋了。在睡觉吗？啊啊！怎么可能？现在都几点了？这么早打电话，你有什么事儿吗？你这是在说梦话呢？啊，这都快中午了。我问你，今天面试的结果怎么样？顺利吗？妈，现在几点？哎呦，这都快十点多了。哎，你不会告诉我？你没去吧？妈，我现在有点急事儿，先不说了，再见。啊！这孩子估计又起晚了。啊！谁啊？等一下，别敲了，马上就来。薇薇，谁啊？薇薇，你在吗？我是房东阿姨，你房租已经拖了三天了，过最后期限了，不能再给你们宽限了，快开门。什么日子啊？我不担心，房东阿姨。薇薇在吗？开门呐，薇薇。薇薇，啊。你在吗，薇薇？来了，来了。薇薇，快点开门！啊，哎呀，薇薇，开门呐，薇薇！啊，你得交我房租啊！哎，啊，哟，我肚子疼。你这是怎么了？我肠胃炎犯。哎呦，快帮我叫出租车！快，赶紧送你上医院吧。抱歉，大家。家父最近身体抱恙，在英国休养，所以这次的股东会议由我来主持，并且接下来一段时间，赵氏集团也将由我暂时管理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。啊啊啊！阿姨，跟你一块上医院吧。啊啊！不用了，不用了，不用了。那你这样我也不放心呢。阿姨，我自己可以的。阿姨，阿姨跟你一块儿去吧。不用了，谢谢阿姨，谢谢阿姨。有事给我打电话啊。好，知道了。师傅，医院有事给阿姨打个电话。哦，师傅，咱不去医院，咱去 SK 大厦。
我说大哥，你怎么才来啊？电话也不接，投了十份简历，只有这一家打电话叫我们来面试啊。还有三分钟吧，还来得及。赶紧的吧。你好，那个，我们是来面试的。好的，你们请稍等。这个是家父的委托书，请大家过目。虽然我年纪轻，资历尚浅，大家有理由怀疑我是否有能力管理好赵氏集团，但是赵氏集团不是我一个人的，是在座的各位以及上上下下几万人共同凝结的。在座的各位都是父亲的至交，也是赵氏集团的支柱，而且大家更希望赵氏集团股票节节攀升，所以我想请各位长辈协助我，共同把赵氏集团打造成一个最顶尖的企业。怎么这么倒霉啊！你怎么进女厕所？这我还想问你呢。来厕所，你说我能干嘛？啊！你个死变态！我很厉害的，你别过来啊！这是男厕所。啊！你以为你这样说，我就信了？你这种人我见得太多了，大变态！我告诉你，别以为别人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，假装看错了，对不对？我劝你，趁现在我还没喊人，你赶快出去，我就假装没看到你。如果过一会儿的话，我就真的喊人了啊！杨总，我看了一下您拟的这个销售合同，总体而言没有什么问题，可是这个附加部分还需要再调整一下。请讲。您看啊，我觉得公关费和广告费应该由贵公司来承担。哦。然后与产品销售有关的物品则由我们来承担，您觉得呢？嗯。陈总。小梅。下面来了两个面试的。你去吧，我这边还没有忙完呢。OK， 好的，陈总。然后您看律师费。哇，坐吧。办公室全部是用玻璃做的呀。啊，这是我的简历，请你看一下。你们两个都是应届毕业生，那有什么销售经验没有？大学的时候我在电脑城做过兼职，一个月卖60台电脑。你呢？啊，要不你先看看我的简历吧。你有什么销售经验吗？我在网上卖过装备。晚上卖装备？网，上网的网，虚拟物品。
电子商务的一种。哎，对对。你们知道吗？之前有十个来面试的，资历最差得干过四年，其中有几个还是其他店的销售冠军。说实话，我是真不愿意招应届毕业生。第一，跟你们一样没有工作经验；第二，还不懂事儿。你们要知道，我们可是高端品牌的4S 店，我们不缺人应聘的。我们虽然没有工作经验，但我们相信，我们能做好。对对对对对，我们在大学里面读的是车辆工程，所以我们对车有超乎常人的理解能力。那你倒说一下，你对车超乎常人的理解能力是什么呢？比如说这……那我就随便说说吧。嗯，刚进咱们 4S 店时，我看到门口摆着一辆跑车，看着它，我心里就有一种难以描述的仰慕之情，就好像是我暗恋的一个女神，惊艳、完美、别具一格的外形，让它有更多赛车的性能；精湛的意大利工艺品质，开创性的技术，让它更加完美。就像标志，它有着不可征服的力量；林肯以总统的名字命名，玛莎拉蒂则意味着激情、才智，以及对完美品质的追求。太厉害了，这都知道。有点花哨，光凭这些去说服客人买车是远远不够的。这样吧，我考虑一下，明天给你们答复，好吗 ？OK， 再见。对不起，我不在乎什么工资待遇，但我真的很喜欢车，所以很想留在这家 4S 店工作。我们这是卖车的，可能像您这样对车文化有研究的人，对我们不太适合。再见，陈总。你不是那个高？我姓陈。你们认识啊？这位是我们公司老板陈总。啊，你好，又见面了。啊，你好，陈总。坐吧。啊，小梅啊，帮我把这个合同去打印一下。好，嗯。啊，陈总，这是我们的简历。不用看了，明天上午9点来公司办理入职手续。啊，谢谢陈总。那陈总，我啊。这是我的同学谭月，你也一起来吧。谢谢陈总，谢谢陈总。陈总，要没什么事，我们先走了。嗯。哎，那个，你叫？我叫凌霄。哦，凌霄。以后未经别人允许，不要随便掰断别人的高跟鞋。我知道了，陈总，我先走了。陈总，明天见。凌霄，下一位，魏巍，魏巍，魏巍，啊，魏巍，啊。这是下一位的简历。你死变态，不，大变态，不是不是，你听我解释。出去。那个。赵总，请你出去。现在，听见没有？立刻出去，快走，立刻走。哎，下一位。Thank you.
房东阿姨啊，哦，我还在医院呢。什么？喂，我信号不太好，我回家打给你啊。我们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小梦想，关于工作，关于爱情，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。只是我们成长的阶段都会有那么一段时间，我们迷失了方向，深夜饮酒，杯子碰到一起，都是梦想破碎的声音。但今天是我们梦想的开始。我们只是一对孤单的恋人，我们都是害怕寂寞的人，又何必计较的那么深？是心痛，是嫉妒，是残忍，或是彼此还有深爱的可能？我们都是害怕寂寞的人，又何必计较的那么深？九点了，你能不能快点啊？啊，一会儿等你姐在楼下催你呀、啊。哎呀，我知道了，马上马上啊。这年轻人办事磨磨唧唧的，哎，你说这孩子怎么好的不随我，全随你？你，哎，闭嘴，闭嘴！我知道你要说什么，你呀就踏踏实实的看你的报纸。你说你是要上中南海去啊？那么多事儿都让你操心，自个儿闺女都不管。都这么大了，怎么管呢？这都被你管跑了一个。这是什么命啊？一个吧，磨磨唧唧，穿的是花里胡哨；一个吧，风风火火，跟个假小子似的。你说我怎么生了这么两个闺女？哦，这个还不错。哎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，吃饭呀！我不吃了，来不及了。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！什么来不及了？该吃饭的时候得吃饭。哎呀，我不吃了。这双不行，哎，哎呀，这跟踩高跷似的。妈，
你别闹了，你根本不懂。来，画上这个。妈，我真的来不及了。画上这个。这是时尚，是潮流，你懂不懂啊？哎呀，什么潮流啊，时尚！哎，得吃饭。是。我不吃了，我减肥。早餐得吃。你把鸡蛋拿着，不吃，拿着，走了。啊，来了来了，来了。我的宁雪大小姐，你让我足足等了你15分钟，真是我亲妹。哎呦，我下次不会再这样的啦。你哪天不是这么说的？哎，你还说呢？你不知道咱妈妈天天唠叨，我可受不了了。你倒潇洒，说走就走了，可难为死我了。做好心理准备啊，我迟早会投奔你的。我告诉你啊，别来霍霍我。你少给我转移话题。那说实在的，你每天这化不化妆都一个样，你何必花那么多时间做无用功啊？怎么就无用功了？知道吗？女人要细致，细节决定成败，你懂不懂啊？再说了，我都22了，现在还单着呢，我得时刻准备着呀。行了，你别啰嗦了，快上来。你看看你啊，那么凶，就不能温柔点？怪不得一直找不到男朋友。说的好像你有很多事。女人呢要温柔，知道撒娇女人最好命吗？坐好了。我不要吃兔兔，兔兔好可爱。宁雪，我爱你，请你嫁给我吧。嫁给他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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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嫁给他吧。不要脸啊！哎呀，这孩子，你说你能不能长点心呢？到饭点了，吃饭了，又搁那做白日梦呢。不是，你没事吧？要不今天晚上哥带你出去，嗯？做梦吧你，走开！这孩子真没礼貌。全部准备，哈！左手出拳，一哈，二哈，三哈。哈！连击三拳，一哈哈哈，二哈哈哈，三哈哈哈，一哈，二哈，三哈，好，一哈，二哈，三哈，非常好，一哈，二哈，三哈，一哈，二哈，好，继续。继续，起来！好，二，好，站好，准备！好，二，好，三，好，连出三拳，一，好，二，好，三，好，一，好，二，好，三，好，非常好，一，好，二，好，三，好，非常好，一，好。你别跟我解释那么多，反正我今天就是要退车。先生，从合同上来看，您是昨天刚提的车，而且这个车避震的问题一点都没有。怎么回事？这位先生昨天刚提的车，今天就要退，说我们的车避震太硬。可是，如果无质量问题，我们是没有这个先例的。徐先生，别跟我来车轮战，啊，除了退车。别的没商量。像许先生这么性感的男人，如果拒绝了 GT， 那简直是暴殄天物。性感？怎么讲？从许先生的外表来看，
我首先断定许先生一定是一个很有品位而又特立独行的人。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，许先生的业余爱好是打高尔夫。你怎么知道？许先生这边请。好。像许先生的外形这么成熟稳重，懂得外在修饰的男人，内心一般都是低调奢华，有内涵。这边请。不管是外在还是内涵，许先生都非常适合 GT 这款跑车的定位。GT 它的避震并不是它的硬伤，它的发动机是经过高功率调整的，而且许先生所选的这款车是运动型，它的发动机声音虽然大，但是也能彰显出它的动力十足。就像许先生，您外表看着高大上，内心却低调奢华，有内涵。像你这么会说话的销售，我还是第一次见。这样，有没有兴趣到我公司来上班？我给出的条件，或许比你在这里卖车更诱人，怎么样？谢谢许先生的好意，但是我跟许先生一样，只喜欢做自己喜欢做的事，只找适合自己的东西。好，有魄力。这样，就冲你啊，今天这个车我买了。不过呢，许先生还有什么疑虑，尽管说。我觉得这个车的配置还是有些不足，你能不能给我换一辆高配的？李杰，带许先生试驾到满意为止。好的。许先生，这边请。好。陈总。Morning。林霄，早晨为什么不叫我，害我迟到？拜托，我喊你七遍，你还睡得跟死猪一样。你总不能让我背你来上班吧？资料给我。是我昨晚喝多了，现在我去换衣服了。嗯。陈总知道吗？你再不换就知道了。下班时间到了。画的什么呀？怎么，你还真想去参加这个设计大赛啊？不试一试，怎么知道行不行呢？哟，你小子，谈恋爱了你？别胡说啊，这是我随手画的。怎么，你老爸还在锲而不舍呢？是啊，真是个老顽固。哼，哎，你说说你啊，放着好好的家不睡，非得跟我去住什么出租屋。这不是帮你省房租吗？我看你啊是在躲你老爸吧。好兄弟，今天晚上我请你吃大餐。什么大餐？什么大餐？法国菜。法国菜，好好，我立马收拾东西。你今天可别再出我的洋相。一天四个小时，50块钱，行的话明儿就上班。别再让曾经的快乐坚持。
前走呀。像你这样的女人，你何苦伪装？如果这爱没有结局，我宁愿独自退场。微微，这是我第一个月的工资，先拿去交房租。我现在助理呢？哎呀，赵总，我还正想跟您汇报这事儿呢。菲奥娜昨天晚上车祸，小腿骨折，现在人还在医院躺着呢。这助理的人选暂时没有合适的，把他给我找过来。一会儿把这货整理整理，放在货架上。这里是赵氏集团，你被录用了。啊！现在过来上班吧。现在吗？确定是我？哎，小点声！你以为你家呢？你声音小点能死啊！耳膜都被你震破。对，就是你！现在立刻。听好了，20分钟之内赶到公司。还有，到楼下之后，去咖啡厅，买一杯美式特浓，喝一杯卡布奇诺。好吗？从长营到国贸20分钟，您当我长翅膀呢？您太逗了，您。那好吧，别来了。哎，别，20分钟，马上就到。哎，记住了啊，咖啡一杯美式不加奶。哦。老板，我走了啊。哎，还没到时间呢。那个货你自己搬上去啊，今天的工钱我就不要了。我走了。你等等，我今儿晚上还得约会呢，谁给我开门啊？耶！小姐，两杯咖啡，一杯美式，然后不加糖不加奶，还有一杯卡布奇诺，请稍等。谢谢啊。哎，小姐你找谁啊？
他不行的。在天空海阔里寻找方向。